有东西，看，在这个洞里面，退完潮的这个沙滩上啊，鼓包肯定是少不了的。看，一边退潮一边来梳，这是个大蟹嘎。噔噔，是不是很过瘾的这一个个头啊？上货了啊，带着，咱就直接往前走，这么找着就行。一定要擦亮我的小眼睛，仔细的观察。这边，这边又一个，看到没有？这只个头感觉还不小呢，好大呀！哇塞，这只是真大呀！怎么样，收了啊？回家把这个肉啊烫一下，放点辣椒炒一下，卷个煎饼，简直是太完美了。这边又一个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收了它。噔噔，哦哟，这只握得好紧啊，出来了。这只个头还行啊，特别的胖，这只啊，个头很鼓，怎么样，还是很不错的，收了。哇，这只好啊，看，这只要伸舌头了，张着个嘴巴，看它这个肉就是这样子的，很鲜美哦。哇，吐水了，小家伙，原来你的肉那么漂亮。噔噔，看，哇，这只是真大呀，又肥，刚退下潮啊，还在这吐沙呢，正好这个吐好沙呀，回家直接下锅就行了，带着了。哇，四只大蟹嘎，这一只不得20啊，看这收获不错，这一期都能卖个80块钱了，自家吃了吧。继续啊，这边这个沙滩又一只，看这只进去的比较深啊，个头怎么样，出来跟大家见个面吧。一般化吧，这个个头还行，也很不错了，瘦了5只啊，这么大。前面有个排水口，走，咱们去看看。看这个排水口，这个里面有东西，看，在这个洞里面，这里面是有多宝鱼吗？看，这是多宝鱼，还不止一条呢。我把这个桶带进去，手机拿来我拍吧，你进不去，你太胖了。哇，看，这是这个多宝鱼，好大的个头啊！我拿出来，让大家看看，这活不活？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很新鲜啊，新鲜程度是可以的。把它先放桶里面，好像是活的。这里面还有，哎呀，这是那个排水口探险啊！啊，这只个头也不错。哎呀，出来出来，它被卡到这了。我看这一只怎么样？太滑溜了，有点拿不住。哦，哎呦，还活，还跳呢！你看你看，还想游？别游了，别游了！哎，出来出来！妈呀，拿不了，它在顺着这个水流往下淌。你看，还拍打着这个尾巴。哦，天啊！我戴着手套，这只手拿。活的活的，上货了。这里面还有没有了？这样看进去是没有了，咱先出来吧。这个排水口多少有点危险。哇，出来了出来了，看，我找到两只，这两只个头真不小，还不错。咱们这个下游啊，也出来好好的找一找，看看还有没有冲出来的。哦呦，看看看，这底下，哇，这是个好东西，一对海参宝宝，哇塞，被挤在这中间，看这底下都是它这个小脚啊，小爪跟小吸盘似的，吸在这个石头壁上的。看双胞胎啊，一对双，收了。继续找一找。哇，这边一只好大的海星，好大的海星，这冲击海星是真大呀，怎么样，很过瘾的个头。这边这个石缝中间发现一只短腿，看是不是，我看看是长腿还是短腿，出来，哦，这是个短腿，这吸盘吸在这个石头上的，一只小短腿上货了，怎么样，很可爱吧，性格也很不错，大脑袋，收了。这个石块咱也帮他看看吧，看看底下，嘿，哦呦，这底下还有一只呢，幸好我搬开看了，这怎么那么巧呢，说明还是有缘分啊，是我的，
终究逃不了。来来来，怎么样？这只脑袋也大啊，性格也特别的好，收了，带着。今天这个排水口大探险啊，真的太刺激了啊！养只大多宝鱼，个头是真很大呀。这样的一只上市场上，怎么也得卖个七八十吧？看后面还有一些大蟹蛤、大海星、八爪鱼、海参，哇，收获满满。那我们先回家了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哇，这八爪鱼这个蟹哦，天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赶海小张啊。今天一早早起呢，就来赶海了。看，这海边啊，潮水已经退下去了啊，大太阳，今天天气还不错。走吧，咱们下去看看。咱们翻开这个大瓦片，哇，什么情况？这八爪鱼不少，这是吸着两只，还底下还有一只，八爪鱼聚堆了。天气暖和了，海鲜都出来晒太阳嘛。哎呀，把这瓦片拿一边。三只小短腿，好看，这个腿破了，受伤了，上货了。怎么样？这个头，这个活跃度，是不是很好？哇塞，这三只回家直接炒一盘就行了，放点辣椒啊，里面放点这个豆瓣酱啊，一炒卷个煎饼，不要说多美味了。走，再去找货。哎呦，看这底下有只海星，天哪，谁在海边抽烟啊，真的没有素质。这个一只大海星怎么样？哇，个头好大哦，最近捡到的大海星个头也不少呢。输了，这也是个瓦片，这个瓦片下没有货，可能已经被人翻过了，可能是我前天来翻的。哇，这天气不冷了，这货啊也越来越多了，大家可以带孩子过来这边玩一玩啊，特别的有意思呢。咱们多翻翻这个大瓦片啊，这个地方啊特别的平滑，很容易会吸一些海鲜在这个上面。这个没有，哇，这个大瓦片大，不知道这个底下有没有货，我试试吧。从这个地方翻，哇，这下面有货，看到没有？把它掀起来，天啊，下面是一只好大的八爪鱼，它拽出来，一只巨型大八爪，哇塞，这太过瘾了，这只好大呀，哇，这下面还吸着石头，看这个大吸盘。哇，吸附力特别的强啊！怎么样，这一只个头过不过瘾？再给它收了啊，直接上货了。爆桶了，一只大八爪就爆桶了，价格不菲啊，这一只得好几百呢。这个大管道里面啊，咱们翻翻看，经常在这里捡漏的，看这里面有没有卧炸的小海星？没有，这个里面没有货，这边好几个。我上这边这个看看，哎呦，看看看，这边是不是有个东西卧沙了？这是一只多宝鱼，扁鱼。哇塞，这是一只比目鱼啊！看活不活了？不是很活了呀，个头是挺大的，但是它不怎么活跃了，也不怎么弹了。看，还行啊，很新鲜的，这个眼睛也是很明亮的啊，吃是没有问题的。直接带着吧，哇，爆桶的节奏啊！今天都是大货。这边，那边还有一个呢，咱们去看看。这边，这边还有一只啊，这也是一只吧？嘿，哦，这只是活的，看还在游。哇，哦呦！惊喜，肯定是这个八爪鱼吸的，它肚子特别的痒痒，它在这里一直很难受。哇，这八爪鱼这个蟹哦，天啊，攻击了这两只。哎呀，看这都是沫呀，八爪鱼这遇到攻击它就会吐沫来保护自己。天哪，看这海鲜大战让大家看了一场，是不是很过瘾？一石二鸟，一箭双雕，收了。这边这些地方看一下，哟，看这边一个罐子，罐子底下好像也有内容的。哎呦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一只八爪鱼系在这个罐子底下，这是一只短腿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快把它带出去吧！
感觉这东西好点危险似的，海洋污染吧。这八爪鱼也不错啊，性格很好，很温顺的。你给它带带。这边没有什么东西了，看不出什么，没货了。今天收的这些可都是大货呀，而且啊，价值都非常的不错。这个多宝鱼，还有里面一些大八爪啊，还有一些小八爪鱼，已经非常满意了。后面要涨潮了啊，那我今天就先回家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